三平学徒大闹天宫二，古天乐票白眼唐僧，西游记之大闹天宫领跑马年贺岁档。据悉目前票房已近10亿，既然是赚得盆满钵满，自然会有续集推出，8月份将会正式的开拍。上周周润发、甄子丹、郭富城等主创出席庆功宴，虽然续集开拍在即，三大主演却还没有确定会演出，全然是因为三位巨星片酬太高请不起，不知当事人怎么看。拍的时候已经是有一个友情价了，合理的一个价钱。我的片酬是最，他们两个是最便宜的一个。几多啊？喂，都唔系我收嘅喎。喺度啊？系咧，关我事嘅喎。三大主演虽然还未确定参演续集，不过剧本却已经有了，讲的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。据说古天乐会加盟饰演唐僧，可是唐僧不是个白净书生吗？好靓仔喎，我嚟黑我黑我。漂得噶嘛，日日点啲柠檬水搓下佢啊，漂翻白佢。佢唔晒灯就白净噶啦，清靓白净，都系要斋戒无误。小编点评，好期待看到漂白的古天乐哟！乐不天综合报道。